老师自个表妈表里去一下的，是真的假？看人家啥表？你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你们多少年？你多少年啊？多少没录表了？所以对方，所以问什么问哪里，就去就什么就就问哪里方嘛。你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你多少年啊？啊，多少没录表了？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阳光，那你呢？你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你多少年了？你多少没录表啊？哎，老师，你把三的龙子赖皮把它变成什么别个呢？所以老师哦，打了米呢，打了东的东他西，所以老师地方还得讲了有一切。你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所以老师是那东西啊？你把三，你把三买了不？老师，你把三买了不？你啥人啊？三没录表进来，地方在弄嘛呢？那么老师哪里呀、啊？你呀、啊，不要批得准。啥到底呢？不得比较了。你把啥嘞？俺把啥没？你啥人啊？啥没？所以放怕动物嘞？哪里呢嘛？啥人说了去年嘛？怕别个嘞？打生啥呀没？然后一天一天就动脚。你啥人啊？啥没？啊，你吃什么？我吃哪个？我就吃什么？我就吃什么。你吃什么？我就吃什么？你啥人啊？啥没？你把当嘛嘞？啊，你到账啊到没？一滴滴喂，你到账啊到没？你听我来你呢？好，一度，你到账啊到没？你喝什么？我就喝什么。你就你喝什么我就喝什么。啊，你把当嘛喽？你英语啥当嘛啦？丢啥当嘛啦？过啊，年。你吃什么，我就喝什么。哎呀，那样那这么寡寡妇呀，那哈好，你把当嘛？哎，sorry，你把当嘛了？你丢啥的嘛了？姑爷啥的嘛了？鸡巴啥的嘛了？你把这嘛了？你这当啊这没？喏，你这当啊这没？听错噻？听错噻？被当一样的卡里卡里。你学习什么，我就学习什么。叫你在哪哈的呢？你在哪哈的没录表了？你在哪哈的吗？啊，真的也在。你课什么，我就上课的什干啥？么。这地理 attend 上课。上课顶干啥？顶干啥？这里 attend 这里 attend 过吧吧咯？不，这弄呢？上课困难呀没的，上的课老师课比较顶难的。哎，你上什么？你上什么，我就上什么。哦，你上什么我就上什么。你妈妈一码喽，你妈一码啦，后妈一码啦，宝妈一码啦，二妈一码啦。你别那一了，你一两个一没不？你一个两个一没？下面题。你睡哪，我就睡哪。你睡哪儿，我就睡哪儿。你一点两个一没？好，那个时候还会用什么？你爸几码喽？你两个几没？你嘞？弟弟嘞？老师，把表来打来，咱们讲一下你啊。几样啊？几没？你几样啊？几没？啊，你看什么，我就看什么。哦，你看什么我就看什么，所以老师大概就是这样子的。懂不懂？美露老师挺忙呀。好，那时候课本看一下哈。在书席室，到底看哪有看嘛不？同事说。听说有点假了，你最近打算买房子？妈说的还没退，列点目标。你最近打算买房子？列点目标吗？小丽说：“是。”你不知道，因为没录，瞒他的说的。是好的，昨天去看了看，你俩多少钱？今天又去看了看，今天的差多少钱呢？明天还要再去看看，门的盘的差多少钱有没？所以都要用法例看一下。昨天去看了看，不住房东他的。今天又去看了看，你那差多少记得的呀？跟就是债房的，sorry，用房的东他的。今天又去看了看，明天就要丢，还要再去，差多少记欧没的。同事说多满意吗？阿龙我是人咋拿的？
一个没有电梯啊，印度龙啊叫这里咱们去不嘞，不方便啊，什么别不？一个有电梯，这酷啊这里嘎去嘞，但是大北妹在20层啊，穿了谁妈的？同事说20层怎么了？啊，穿了谁要把皮露来的？上帝说太高了，你弄啊接的，哦。光啥速度就么不能往下看嗦了，阿怕速度既然赢呢，都害怕啊！老早就是要讲那种的。好，老师第一题念一下那个，阿木啊学一。阿木啊学一，在哪？来木讲。阿明泰，阿明泰也，还没看到家里，在休息室，同事说，听说你最近，打算买房子，少丽说是，昨天去看了看，今天又去看了看，明天还要再去看看，同事说，都不满意，都不满意吗？少丽说一个没有电梯，不方便，不方便。一个有电梯，但是在二十层。同事说20层怎么了？小丽说太高了，往下看多害怕啊。好，念车上再念一次。在休息室，同事说：“听说你最近打算买房子。”小丽说是昨天去看了看，今天又去看了看，明天还要再去看看。同事说：“都不美吗？”小丽说：“一个没有电梯。”不方便，一个有电梯，但是在二十层，同事说20层怎么了？小丽说太高了，就晚上看都害怕啊。晚上看都害怕啊！晚上看奥吉拉因呢，奥帕西多吉拉因都害怕啊！都你妈不老，老张就是要讲嘞。那第二题，在学校教嘛嘞？小明说。听说表点在了，你下个星期，喂，爸爸来，下个星期是什么意思？老头发老师，哎，哪买呗，妈搂着嘛。听说下个星期就要回国了，那老师爸爸路过年前就到来了，过年前到你老师将来丢啥疫情你里边，那未必是舅妈爸爸东西。听说。就是你下个星期要回国嘞，也是可以的呀嘞。咱们老师关键先把那么把那看到就行嘛，走的路来回就那么多吧。你老板不说他呢，要回国了，那个别弄没说嘞。马克说是啊，好别真的给过，不想离开北京，北京跟你们回话去。仆人上门说，我下个星期，我老妹不在人呢，不在北京。北京嘛，没去吧？不在，没去不？不能去机场送你了。那里在那边不来了不嘞？马克说没关系，给咱们去吧不？你忙吧，你留下八路表啊，没吧嘞？你留下是啊，留八路表啊。所以这卡里家老师是给表嘛？马啊呜，你留下是啊，留八岁。老师说呢，你去忙路多了，你去忙路懂了？哦，你去忙。老师怎么一把路不要嘞？没关系。我自己来，你去买。阿爸阿漏买，你多少漏小路表啊？蘑菇，你漏些些多少路表啊？哦，你忙吧，你漏些些路吧嘞。小明说：“这个熊猫的问我的礼物嘞，送给你，你来上边买。万一你以后再到中国来，那得先丢那个他老婆，就是苗叔叔吧嘞。”马克说：“谢谢，就是等嘞，希望苗里那个咯，以后闹所以嘞呗，能再见面。”他对哪部过来呗？牛哩马哩的，还没看，再念一次，在学校。在学校，小明说：“听说你下个星期就要回国了。”马粉说：“是吗？
真不想离开北京。小明说：“我上星期不在北京，不能去，机场送你了。”马克说：“没关系，你忙吧。”小明说：“你这个小熊猫送给你，欢迎你以后再到中国来。”马克说：“谢谢，希望以后再见面，难在，再能再见面。”好，莎莎再念一次，在学校。在学校上面就听说你下个星期就要回国了，忙回家说啊，真不想离开北京。上面说，我下个星期不在北京，不能去，非常送你了，机场不忙是。回。机场送你了。想送你了，马可说没关系，你忙吧。小美就这个小熊猫送给你，欢迎你以后再到中国来。马可说谢谢，就希望。希望以后能再见面。好，第三个在咖啡厅，coffee 在哪里？小丽说：“小干，我们坐哪儿？而不嘛太嘛嘞。”小干说：“你坐哪儿？我住坐哪儿？怕冻坏了。你太冷了，太没路表达了。哦，你坐哪儿？我住坐哪儿。”小丽说：“坐这吧，等嘛太阳啊，这安静，等嘛得睡的。你想喝什么饮料？你把 A 倒我们嘞，怕冻坏了。你喝什么？”我住喝什么？你倒长啊倒霉嘞！小绿说喝可乐吧，咕嘎咕啦倒要呢。你等我一会儿，你啊看他闹骚，我马上回来。我去清点了没？小关说小绿，你去哪儿？你别多啊嘞！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你多爱娘啊多啊哪的？小绿说我去洗手间，我一娘多啊哪？你别多那么多嘞嗦了，你多爱娘啊那一面路多别转。我去洗手间，那应该多买，然后到便便来着。好，那老师随便念一下，在咖啡厅。在咖啡厅，小丽说：“小刚，我们坐哪儿？”小刚说：“你坐哪儿，我就坐哪儿。”小丽说：“坐这吧，这安静。你想喝什么饮料？”小刚说：“你喝什么，我就喝什么。”小丽说：“喝可乐吧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回来。”小刚说：“小丽，你去哪儿？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”小丽说：“我去洗手间。”好，那老师在那个桌面子，桌面就是留了没？桌面哎妈嘞，老同学，你讲的好我呢，classmate 好啊，快5年了，这副课老师我批着没说呢，俺听写了没？录表快个的嘛，免得没到没。嘛，老师到台湾多长时间了？还是老师到台湾多久了？快8年了，是你写了没？就是快8年了，老师，你结婚多长时间了？你们俩上了不老师咋比的？哦，老师差大概就是说，11、12、11、12、13，差不多快4个月了。离了去了没？啊，哎，老师嘛，等你联系，你有女儿，你女儿几岁了？那你去了没？快2岁了。哎，老师，你学习中文多久了？或者多长时间了？可能老师有啥的那说，是叫你去了没？哦，快16年了，所以这酷酷豆没，就是快古董的面的模糊哈，大眼睛嘛，快5年了，俺那许多没，你几乎没变化说，你看龙啊泥巴古巴变嘞不嘞，就是他在说，谁说的？都别话嘞，我胖了，俺忘了嘞，以前的衣服，你弄啊屋里嘞，都不能穿了，恐龙不能变肉不嘞，老同学说，健康最重要。这么一个急急中没看瘦没关系，被那挖了给咱们洗把屋嘞。周太太说：“是啊，后姐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好嘞。”把表来了，啥去拿啥没录表了。好、哦，我啥去拿啥没？所以老师你们叫房东奶奶管歪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他说：“我多少钱的你也多没？”老师不录表，我们看一看，我多少钱的你也多没？想去什么就去哎，什么。你呀，在了哪里呢？多完美的，多少人你呀？多完美。想去哪就去哪。
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多少钱你要多少没？啊，你马路马路马路去哪马路没？没呗，马路去哪马路没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哎，你把问嘛，两个号位去哪问没？看我姨，号位去哪问嘛？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啊，你把啥嘞？你吃蛋啊啥没？哦，你吃蛋啊啥没呢？可可，你吃蛋啊啥没？现在我说你在什么啊？吃了吗？宝，吃到你吃到啊啥没？你吃些？你吃什么？我吃大鱼，吃鱼了。哦，你就什么？你就什么？我就什么？你吃蛋啊？吃没毛？你吃蛋啊？啥没？啊啊！你就什么？我就吃什么？哦，你就什么我就吃什么。你吃蛋啊？啥没？你妈的是啊！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啥叫那啥嘛呗的？老同学说，你做饭还是周明做饭？你他妈吃的啦？咱们周明也吃的啦，是吧？周涛在说，我做，俺吃的。我想吃什么就做什么，俺啥请哪个吃啥的，你妈说煮那么多我呢，做那东呢，想吃多少就做多少，做吧，不要了，啥请的了吃的，想吃多少啥不老啥请哪嘞，就是想吃多少就做多少，啥请的了吃的，所以老师讲那点嘛，老师里面要学，本来我了给咱们起步，这个不要嘛懂的，很熟没关系，啥请哪啥嘞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哦，那过啥节呢？过吃的哦，想吃什么就做什么，或是煮什么。啥节的老吃的，想吃多少就煮多少。我就马上做那动态嘞。所以老师 divine 它的例句我四个，你要背起来，你要这个嘛哈。好，老师，请学生念一下那个 Kim 说，带组名字。带组名字，老同学说快5年了，你几乎没变化。朱太太说：“谁说的？我胖了，以前的衣服都不能穿了。”老同学说：“站开腿走，要胖瘦没关系。”朱太太说：“是呀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”老同学说：“你做饭还是朱敏做饭？”朱太太说：“我做，我想吃什么就做什么，想吃多少就做多少。然后看一下，对，再念一次。看一下，对。扣空再念一次。扣空，是比嘎。在救命啥啊？老同学啊，快5年了，我几乎等一下，没变化，你几乎没变化。你几乎没变化。朱太太去说的，我胖了，以前的衣服都不能穿了。老同学，健康最重要。这感觉最重要。胖瘦没关系，就太太去啊，吃些什么就吃什么，等一好下，了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想吃什么就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老同学，你做饭还是就美做饭？就太太说，我做，我想什么就什么，等一想下，想些我多少？想吃什么就做什么。哔哔哒哒说。我想吃什么就做什么，想吃多少就做多少。好，那老师，第一个老师过来啊，老师选题叫这是第一题。电梯里人太多了，我们走上去吧。让我翻译。
请帮我翻译。非常。这里刚才马路也没得，那都来小兵马多呀啊。啊，蓝烧皮带呀，啊，煮上去哈。好，第二题那个姐姐，头发呀，姐姐，你家住几？几层？你家住几层？你嘛，这里搞不太清楚。不是，你家住几层？说你应该不能乱骂你啊嘞哈，住你台的，你家住几层？你应该不能乱骂嘞的哈。第三题那个记不记得喽？没事啊，我一点也不害怕。给上面说啊，你那里妈没加不？我不害怕啊。第四题那个没。我去一下，其实我在马上回来。那应该看到到了，我去参加那个。好，第五题记表票。没声的毛毛。您对我们的，哎，OK 啊，第五题。对，我现在洗手间每天都要用电脑。哎，我把它变变哎，好不？啊，你来应答，应答嘛？啊，你来阿姑应答嘛？你来弄，不用答，懂呀嘞？不要开玩笑，闹嘞。答案是什么？没事的，妈妈。那。那困你来应答吧，哎，困你来。那你来应答嘛？公米达懂话嘞，是对哦。我妈嘞都叫了嘛，那你来应答嘛？公米达懂话嘞，我真你的，哎，你还等啥？第五题，我现在几乎每天都要用电脑。那你来你吧，那你来你吧，公米达懂别的。哎，看你来你吧，公米达懂，把阿苦啊应答嘛，你来你吧，公米达懂嘞，严重啦，别是开边，吼，怎么嘞？是开边弄啥？弄点啥呢？破啥呢？真的嘞？啊，那行，刚骗。我现在几乎每天都要用电了，啊，苦你来你吧，露露我嘞，公米达懂呀嘞，吼，对嘞呢，很厉害，明星的妈妈。喏，第六题，那个面嘞？你对我们的服务满意吗？不错，我们得好呀，很高兴。假如也为商务设计的模型呢？我说吧，哪里来的表白？哦，我玩得很高兴啊！礼拜一拿验表了没？第七题那个然后嘞？周末你做什么？我想去看熊猫，别那熊么猫闲了。吧，鲁荣，嘿，别那么闲吧，鲁荣，俺们反正我去看，我去看熊猫了。被，熊猫二声，啊，我熊看猫。熊猫了。我去看熊猫了。被亚马尼把路马来牙问问我抓鸡门路。好，那个第八题，那个那意思啊？我们几点见面？3点站到，那就跟着哪一队讲的嘞？都哪一队？好，第一组题，Nora。Nora。
Hey, Nora, Sabika, Sadia, Shu Ain San, Pas Sana好，第十题，Piu Piu。这件衣服太贵了，别买了。爹爷爷这件也没为呢，贵了贵，为了贵红贵包，了贵，贵吧哈。贵不贵？不睡呀、不吧吧吧呀，不重要。不重要，你喜欢就行了。你喜欢都行。翻译。谁姐姐，你家有位？啊，贵不贵不重要，说谁记得不记得，也不记不得，你喜欢就行，你再压逼的哈。好，老师按照的个先第一题，你小丽最近在做什么？小丽最近在打算买房子。好，第二题，Richard B。小丽为什么不买？因为一个没有电梯不方便，一个有，但在西二楼，好，二西楼。20层或者20层。好，第三题那个 so you 呢？小美送给你马克什么东西？你为什么送马克东西？小美送给你马克，送我本来想收猫东西，想收猫收亚呗，想他收。想收猫，他为国家，他为国家。因为他明天要回国了。因为他每天要回国了。你那块来，你俺那可别讲好嘛。第四题那个说啥的？小丽和小关在哪做什么？小丽和小关在关嘛，咖乌啡干吧店。哈，小干不是关，小干。小关在咖啡店。咖啡厅，咖啡厅，喝他可乐，叫可乐，小丽好和喝可乐。小干在咖啡厅做什么？说在喝可乐，哈，或者在吃饭。呀，第五题，苏迪瑞，小丽要去哪？小甘也去吗？小丽要去洗手间，小甘也要去。好，第六题，宋天怡。朱太太为什么说自己胖了？朱太太做吃么？想吃什么？做什么？想吃什么做什么？不是吧？像那个肚啊，肚过肚啊，路把路填哪了？韭菜嘞，把路肚过肚啊，路填哪了？啥进来啥路没吧？德生菜，哦，屋顶，我得，没好有，的，我得把拍着，丢路标，丢路标，把马路标呢？他的衣服不能穿。他以前的衣服都不能穿了。好，都一弄啊，我的乌罗米亚罗乌，他以前的衣服都不难穿了。那老师，
就是第九题嘛，哈，我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老师，今天26。有，我有两张明天晚上的电影票。Present。Present 一。小鸡羊，丢了。明天晚上，我买这个票回家了。嘿，你怎么样的嘛嘞？谢谢。大魔。原本那么点票吧。那俺们那里不放票站的啦，我拿不来，咱们家来付呗。哎的，哥，大大五。我有两张明天晚上的电影票。电影票两双，有了双个，拍那也牛票便宜，那么也牛票吧？两个那么八来嘛？我有两张，我有两张明天晚上的电影票。俺妈们那朋友也有些人们那上去。对，我有两张明天晚上的电影票，俺妈们那朋友都那么能上去的。一起去看吧。是的，屋。一起去看吧，猪猪大将。对不起，我明晚要参加一个比赛。在哪里冲？对不起，我明晚参加的比赛。好吧，别提了。等我买了，那天人家应该。打电话啊，对不起，张妈妈来的。我明晚就是明天晚上呀哈。那反正在那要参加八文生团呀没一个比赛，别么的苦八文生团呀没的。没办法和你去了。那个文学呀，没办法和你去了，你那怎么多难了不？没办法，龙王不来，没办法和你去了。你那龙王不来，我嘞。女的为什么不去看电影？同我的。女的为什么不去看电影？每个两把都要选到我们家。好，那老师26嘛，一个有比赛，得么是六嘞，比个。要复习呀 ，revision 表嘛，木罗嘞是个没完成作业，完成啊比秒的，没完成是罗嘛比秒不作业 ，exam 比罗嘞，那答案是 A、B、C 是哪个 ？You win。You win 今天上课吗？这咋冲？姐姨是吗喂过来也来摸我的。是吗喂耶啾啾耶啊拍了一路叫吧嘿。那他哪有了问爸爸来耶。答案是 A 老师。答案是 A 有比赛哈，你在哪没过过？你弄在哪过过的呢？啥天了么？啥没过的没过了么？26。来你的啊，别的老师。我有。来你的啊，别的啊，好给吧，第八名。有两张明天晚上的电影票，一起去看吧。对不起，我明晚要参加一个比赛，没办法和你去了。女的为什么不去看电影？27。我对那个工作很感兴趣。I can help you。我对那个工作很感兴趣，我爱那个颜色文章。
我对那个工作，对呀，不，那个工作而与我们很感兴趣，好，很感兴趣，也是问啥来着？不知道，碰到你了喏。不知道他们想找什么样的人。咖喱。不知道他们想找什么样的人。嘟噜不噜噜，有股香味来到我们队伍。啊，都没有录，现在不录，没有下去呢，咱们队伍嘞。汉语必须要好。阅读。汉语，Congratulations，汉语了，得参加来的。谢谢。下面题。汉语必须要好，得有自家刚刚表奶呀，表奶的留下来。对，汉语必须要好，这有啥讲呀？没讲没落的嘞。而且要了解中国文化。我吃爱拉面嘞，要了解么的呀？得有哪里呀？没嘞？中国的文化是啥子类通的？都有哪样也这类通的？你过来哪里呀？没嘞？那个工作有什么要求？那个工作艾迪老个有什么要求？要求嘛他们 request 老的哦，把他当做他来的。那个工作有什么要求？要求27一个汉语好呢？你有啥讲呀没？比个了解东西要求有哪里？sorry，了解西方东西那我也给讲我哪里呀没的？学过新闻等于有等于无啊没的哦。C 呀，学过新闻。那老师说27题答案是什么？那个E 在吗？好像都哪里啊？应该那么高呢，就是那个老师等哦空在吗？在，好，空白无了，记住面一点点喏，对不对？给嘛记住了吗？哎，那他个无了这等，还没搞好就，哦一老百一师百，来无了这。一百一百，滴滴嘞，答案是什么？一老师汉语好，好，27，我对那个工作很感兴趣，不知道他们想找什么样的人。汉语必须要好，而且要了解中国文化。那个工作有什么要求？28。我看你都没怎么动筷子。要了解中国文化。那个工作有什么要求？28。我看你都没怎么动筷子。那个，我看你，哦，俺念起来了嘞，没什么都。筷子说动模糊，我没什么动筷子动啊，漏啥的也动。不罗马我面漏奶酪糊啊，对呀、啊，这的。是不是不爱吃羊肉？是不是不爱吃羊肉？是不是不爱吃羊肉说？就是说那个筷子要筷子呢？难。对那个工作很感兴趣，不知道他们想找什么样的人。汉语必须要好，而且要了解中国文化。那个工作有什么要求？28。我看你都没怎么动筷子，是不是不爱吃羊肉？不是，我最近胖了好几斤，想少吃点肉。女的最近怎么了？28。我看你都没怎么动筷子。
碗了是不是？楼下的动筷子呀，你看竹叶筷子，比如那筷子，我看你啊，年纪啊啥的，没什么动作，嘛是老虎个筷子，猪让嘛的，嘛老虎的哦，猪让嘛，把猪让嘛改弄我的。是不是不爱吃羊肉？羊肉就是谁的？是不是不爱吃羊肉？就是谁的？啥人在公婆那的？不是，我最近胖了好几斤。还没他，我最近，我最近胖了好几斤，啊，过得咯，记录奶奶话来。想少吃点肉。还没看，啊，想少吃点肉。啊，奶奶为啥我现在啥嘞？咱少吃一点肉，吃一咱点肉。少吃一点肉哈。啊，大奶奶为说，大有说啥不？有说啥亲来的？大奶奶为啥亲来的？女的最近怎么了？你的最近怎么了？没有的面裤都落不落来了。那 A 就是胖了，哇了；B 就是发烧了，过不落。C 就是想吃鱼啊啥进我的答案是什么？28题，你猜猜啊？答案是什么？看了，嗯。29，你不是刷过牙了吗？啊，多带点老师刷牙过了嘛，懂没呢？你不是刷过牙了吗？刷牙了说不过放了，懂没的？你不是刷过牙了吗？你多带点冰火壶啦？怎么又在刷？怎么又在刷？又个老师我们你要等多了？又 adjective 又放言又，怎么又在刷？不就是差带打雷的？我刚才喝了杯牛奶。我刚才我说说干嘛喝了倒的，喝了杯杯啊，快也杯，喝了杯牛奶，然后我也没有别的呢，懂他了不咯？我刚才喝了杯牛奶，我说说嘛，然后倒来打的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关系也这边干了，没有你嘛，这种明白的，不得比了。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？没有当然不得比怕第奶奶的啊，29。A 就是没起床，哎呀，差不多了。B 就是刷了2次牙，不然那还在的。C 就是不爱吃米饭，他们啥人在不了？空空答案是什么？第六个呢？刷了两次钱。2次牙，多啊，的不是的，牙，刷了两亲次牙，爱的家刷这了一呀，29，你不是刷过牙了吗？怎么又在刷？我刚才喝了杯牛奶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0，你以前来过这个动物园？你以前来过这个动物园啊？但我有点保证他这马索也没空放那猪吧？你弄啊，这里三样拉不完拉的。对，去年来过一次，对，好的嘞，去年来过一次，明天个的真拉不来的。那时熊猫馆还没开呢。那时，哎，你也青龙啊，时间也是熊猫馆，你问我也得别来个的，还没有开呢，没碰的不的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最可能偏哪种啊？在哪？都是偏哪种啊？斑马来的，一个教室，一个动物园，是一个火车站。哦，答案是什么？那个莎莎，A、B、C，讲中文第五遍吗？比动物园。动物园。好，这是老师听力哈。那就是等一下啊。请稍等一下，看到了嗓子呢。YouTube Premium。
啊，那老师在那里没跟那古布鲁人呢？就是说为了 HSKK，那老师这个写好就可以下课了。那老师先给你们一了，我拿一拿了，用的表表去的，他的题目是，请说说基础 BB 表包呢，你有哪些优点？优点我 HSK 就好了，优点也代表老师把来说啊大去，比如说前面飘舞。撒娇咋嘞？还是聪明娘高呢？你有哪些优点？你嘛不如阿大姐这些来的啊！所以来说，智商来说，那种面种东家，那种难教么？啥一遍没？哦，没跟过俺们，没一两了，一两趟。陈说说，你有哪些优点？你嘛不如阿大姐这些嘞？就这样嘛，老师，阿大姐阿娘这些不咯？那老师讲他嘛，不如阿大姐这些嘞？比如说，老师说老师阿大姐的不？啊，老师讲他那 level 的干你的啥不？老师阿达这就是说很努力读书、努力学习、努力赚钱，都咋会等于的就咋会不算下来吧？喏，好，27题。人们常说人们努力啊，常说我加克纳表来的，老师表的是啥些？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，机会这边个可能一个只做大类人，留给说其他别的。有准备的人，准备啊，变身呢？有准备的人说：“啊，可以走了。”变身他的路也照顾大人，其他别的。好，可以走老师路上亚奶奶家某不？变身他的路在家。我们老师顾就说，虽然老师说啊，可能大家都想要出国，我老奶奶家出去了，不可能骗来呢？什么骗他啦？没心里是他啦，不认识啦，丢啥呀啦？这路变成他留大理，留大了是吧？可以噶，留给其他别人。所以机会只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。是哦，你是如杨柔，如杨们咋看那别人？可以呀，变成他留着我们别人。你是怎么看的？把人说你明啊，我这不录进来录表么不？你是怎么看的？哎，啥家伙？你明啊，我不录来的，讲到没他了。这些老师你给啥么没功能？啊，如果老师讲到的 maybe HSK 3 p 嘛，或者 4 p 嘛，老师讲到条新加坡皮得的不，老师给表嘛皮得的，就是说什么一定会通过。如果想不起来，那就是说还是你两两一路的一路。所以老师说，慢慢的，虽然老师说讲到丢路一开那不，那老师说就是丢啥都得谁接了，什么嘛老师表皮皮不，老师给表那啥老师说 speaking PR 了，所以不用。可是老师说。拆迁标不爽，我是讲哪一个？是没别人话清的葫芦人，刚好拆迁团不啦？所以老师怪急呀嘞不？所以老师讲哪？老师说因疫情，那么侬因为嘛？老师说你讲你皮的哈？老师说你真皮多啊？所以老师说就是不在嘛，这哪一种特别差不？调一开呢？第一个老师调查一都在破转啊，第二个就是老师的讲哪讲新啥的新啥不？你都在破转哦。老师老师看看你这里，老师讲哪啥么说啦？那两个就教室也我们弄，假设老师估计也起码了，未必是开开了不咯？第一个老师那么的汉字丢出个龙身上啊，所以这一样开开的丢出个龙，我们丢出来是用拼音写好了，没关系。那么龙呢，我说丢拼音那种没去那不，因为老师说这样啊，那个拼音这样模糊，老师说这样啊，就是丢啥这样嘛哈。我看哪里少咯，就让我拿了。就点优步小黄。你看到的是脏，我们看到的是玩脏脏能有保护力。Don't stop me！好，那老师第一步里啥比较记录呀？爸比开始写。那没跟各位吧，咱们老师讲到过，把咱撇来看嘛。哎，这个写过的，这个还没有写过的，还有老师估计他还好，估计给 somewhere 这个 rap 来看嘛，没跟你记录呀？大家这个 somewhere 没跟你吧？不是老师没也没跟木吧不？那老师，咱们差别差也不能讲。